溪口乡是嘉义县同小的乡镇，十年来以老街改造和社区营造来打出名号，进入嘉义县第一座的绿建筑溪口文化生活馆。李会记得的生活馆开馆六年以来的成果，溪口之美将由县的中央馆来揭开序幕。同时乡长刘顺廷也宣布成功争取到中央300多万的经费补助，向来各村的广播系统也将在明年度来统一改善。魔术师变把戏，用海报祝福着溪口之美开馆典圆满顺利。管理中央馆刘伟丹明文、溪口乡长刘顺廷、县议员张金辉和真济村的村长也参加着甲典的仪式。2013溪口之美回顾展是在文化生活馆内展出，特别的是文化生活馆是嘉义县第一栋的绿建筑，一边是做图书馆，一边是展示空间。离开馆六年来，也成为了溪口乡民生活、学习和休闲的好所在。图书馆哈啊，做些学子哈啊，在这里啊，这个看书、读书、哦阅读啊，一挂哈书籍哈啊，这都是营造出哈啊知识的啊这个。氛围哈，所以咱溪口出足侪福事哈。以嘉义县起的第一座的绿建筑就是生活溪口生活文化馆哈，这一半当展览馆，一半当图书馆哈。那在这七年里面呢，溪口用很少的预算呢，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哈。我觉得这全部要归功于这个乡长呢，真的太有智慧了哈。整个溪口的同仁呢，也很用心在办这些活动哈。伫展出内容有绿建筑的介绍、艺术文化节、成果作品特展、银杏板根树、经济所做的脸谱和 DIY 的建设，总是溪口乡长刘顺廷上任之后推动乡内活动的成果，甚至也将文物刷到中埔乡的嘉义县客家文化馆来展出，要替溪口乡大力行销。这几年在各地都办一些溪口之美的巡回展，今年更第一次跨县市啊去到台南市吼，有一挂外县市的朋友也能够一起认识我们溪口乡。一再向乡亲强调，伊是溪口人的馆长张华官，是对乡长刘顺廷真支持。今年经提拔溪口乡，代表嘉义县参加着环保署环保优质社区示范计划。溪口乡公所和社区团队也真努力，获得着全台社区的前六名，得到2000万的经费补助。在2003年度，也将运用2000万进行14项的指标环境改善。同时，刘顺廷也向在场的民众宣布，乡公所争取到300多万的经费补助，在每年度将征收乡内各村的放送头广播系统。最新新闻，靠姚红溪口乡采访报道。